我一边在听您的传奇故事，一边还在想着您那三仙归洞，我觉得我还没琢磨透呢，你能不能再来一遍？我还想看。再来一遍。对，要不你上这儿来不完了吗？不是，让观众好，观众看，那上四面八方全。行，你要不行，你就在这底下看，你上看上这儿。那东西呢？东西呢？什么都行。呀，小乌龟。小乌龟，哎，这活的。轻一点，轻一点啊！就是三个活的小乌龟。对，活的小乌龟啊！哎，你别着急，看着它会动。哎，它还跑呢。谁会变？要看怎么办呀？好，你给我看看去。这好有意思，看着，啊，卖乌龟了，盖上这个活的拿起来看着。盖上这一个，盖上这一个，拿起这个来，走，坚决。没看清，盖上这个过来，乌龟也不管用。哎呀，这不管用，你可叫啥名？都变没了，能不能？你会变啊？我不会。谁会变啊？这就手法嘛，鬼什么的会变。看着，哎，放在手里，盖上这个乌龟。那只手里的东西。人家搁板里吗？搁手里了。那你要看这手里有没有？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我能不能抓到我手里给变没了？你主持人不行，人家说你是托，这都让刘谦跟东青闹的啊！你就记住啊，就是比怎么叫鬼手呢？你看着啊，一个两个三个，看着啊。不管用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拿起来，我这么一搓就进，不相信拿起来，别说在碗里，在手里，在手里啊，你打开，好尴尬啊，咋弄的呀？来，抓住，给你，抓住了啊，抓紧了吗？看着，看。哎呦！我时间，管用吗？你抓住了吗？我真抓住了。哎，我来，你来，必须来一回。你来也不管用，你来。拼了！你别拿着，你抓住了是吧？我能拿一个。抓住吧，抓住了。我能拿一个。看着，走，打开。等会儿，我离远点。打开。远点啊，能拍上吗？不可能是三个。打开吧。三个。马丁，你是托儿。